Move 音乐导赏团由我 Aggie 谢佩恩来带团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专辑的歌曲，还有我喜欢的歌曲。What's Mine 这首歌是我写的第一首中文歌，因为我中文没有非常好，所以算是第一首自己写的中文词，对，算是觉得好像有突破了一件很大的事。那我写了这首歌的时候，是想要让自己更独立一点，因为当下写的时候是刚跟前男朋友分手。那我觉得好像分手后有一点失去了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方向，因为可能当时太依赖他了，就觉得 Aggie 你不能再这样子了，所以就觉得好就要写一首歌鼓励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，然后不要因为为了男朋友而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你说那《谎》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的词和曲，那这首歌就是中文词就非常直接和简单，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词嘛，就中文还是需要进步一下，但对，所以就 anyway 词就是很简单。那故事就是说发现男朋友劈腿了，那会怎么样？就是会生气。我当下记得那个感觉是头好像在冒烟，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， 这超酷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过。然后就想说好记录下来，用一首歌来记录这个感受吧。所以就写了《谎》这一首歌，就是差不多就骂男朋友吧，所以很直接很简单。想知道更多我的推荐，快上move.hk/musicguide跟团哦。